这样往高处走就行。 好装，这老东西我觉得干瘪死，干瘪死，别松手。你别放这一个，嗯，上次是臭的。这让我真的，你们三哥打电话叫我过来，我也不问。我说老哥，没的，我也不问。你看你喊老师吧，是吧？老干这，老刘回来了。 我不知道，老刘来了，一个个招呼，我的妈！你要这是在谁？这桶这里啊，靠，咱露天打，真是的，哎呦，我这个是见不着啊！咱见着人吗？真见不着。是啊。啊。 见着人，见着人，那你见？咦，可不是说，那可真是热腾腾的，咱见着人。中。从路这会是穿了一个山路，这无用那个山路，给往一块劈。往这真踩的，啊，一分钟开一截。 你这个东西给我多一点呢，小小大桌桌，这个里面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封上一次，以后就不用管它。这样子？对，它不会坏掉，也不会坏。不会坏，它是耐火耐高温的。问题是在于里面有这个东西啊。我知道，这个可以用很多次，它不是一次性的。哦。一片就是那么大。对。那就。你这病症，压力性最大，是一般人干不了。一般人干不了。 这是什么东西？泥巴，黄泥巴。 它粘住好粘嘛，知道吧？它粘上以后烧完以后，它就粘上了，不用去了。哦，就不用再去了。黄泥巴掺水这样子而已。哎，对对，搞点水就行了。它主要是粘这个岩面好粘上，好粘结嘛。
怎么样子做的吗？嗯，它是不是会倒进去的？对，还有一层呢。我还有一层。那个石棉线，椰子耐火线，石棉的，要仿去的，知道吧？那你要给我，那边没有那种线嘞。石棉的，石棉的，石棉线的。那里没有石棉线呢？我到时候给你带嘛。对呀、啊，我要都要给你带。你放在里面。都要给你带，我到时候发货的清单，电机、皮带、有人都有，都要给你搞的。对对对。啊。这个都是属于配件的啊，对，就是上一次通通没有，所以我这个弄，好，配件，到时候都要给你带，这个属于石棉线。